大家好啊，我是乡野吉祥，今天来黑龙江收网来了。这两天老刮风啊，挺冷啊，咱们挑那个小燕网收一收吧，收那个花赤子鱼啊，看看这怎么样啊。网了，开始。哎呀，上一条鸭螺，来一个鲶鱼呢，还一个。哎，带着吧，动手。那个是那个厚的薄。又来个山鲶鱼。看这个网，这一个网上收的货啊，没少收货啊，这就是太冷了，天，马上就冻挺了，这鱼马上就挺了，收了四个花山鲶鱼，两个花赤子，两个鸭螺，这把箱子应该上鱼了。啊，来一个重唇鱼啊，上个重唇鱼。哎呀，这家不错，这等了多少天了，总算等到这么一条吧。真是千年等一回啊，哈哈。重唇鱼。好了，网已经收完了，回家了。今天鱼货还是可以的。回家回家，撤退。撤退了，太冷了今天。风刺着脸都像刀割了一样疼啊。